旅游季到了，陪朋友来咨询旅行项目。天爷，现在互联网都这么卷了吗？线上旅行社居然开了家这么可爱的体验店。哎，好无聊哦。哎，不如教大家几个在体验店能高效出片的拍照小技巧。下次探店就这么拍。看到这种可爱镜子，自拍多没意思。朋友拿手机站远，打开人像模式，发拍照镜子的瞬间。墙上的抱枕居然可以脚下来拍照，抱在胸前，身子往前倾，也可以把抱枕顶头上拍。等待喝水的时候也能拍，不要傻傻的坐着，手机放低，脚往前伸，显腿长，一只手架着摆拍。这也太可爱了吧！打开人像模式拍半身，拿着公仔拍。当我太矮，他就蹲下来拍。也可以藏着玩偶身后拍合影。站起来拍个全身。做好项目出门时还能拍，走户门框最后来两张。